哎呀妈！哎呀妈！这咋？这也太大。怎么样吧？这个，八爪鱼，我爸买的，多钱一斤？这十块。十块钱一斤，真便宜。这包了了，下雨天的话卖20的，这叫八百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叫八拜吗？还犯八拜呢？啊，八拜，我八拜呀、啊。八拜好像应该是比这大。我爸是第一道工序，我第二道工序。那必须的，我这个，这最后我还得处理。看，全给他拿掉。对。说吧。对呀、啊。反正咱也不知道哪儿能吃哪儿不能吃。那是肚里都不能吃。给他撤掉得了，这嘎、个、子有个小揪啊。那必须不要。那小揪可能不能要，这个能抠出来。对，这是虾米，哪这么多呀？全缸里啊！哎呀妈！都泡了，你咋的？哎，这是姜了吗？哇，出锅酱油。嗯。这大的给它搅搅。嗯，搅成这么多，刚、嗯、就行了、嗯。你使剪子像可笨了似的。我妈的，我妈啥玩意都想亲自示范。瞅的可费劲了。你那是挺费劲。嚯，这辣椒好像冻了。这个肉。控控水，焯一下子。嗯，这俩可不着了嘛。嗯，这玩意基本上烫一下就行。啊，还炒呢？嗯，葱姜，快点。料酒，赶趟。差不多了嘛，整大地儿都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捞不了。走。我瞅的那么多着呢。不吃，控制。一盘豆，我爸切的大白菜。哎，这还有缸呢。哎，先把我缸好了啊。什么叫缸啊？缸。哎呀妈呀！先高缸，后高叶。来点盐。胡椒粉多搞点，葱姜蒜红辣椒，来点甜面酱，看怎么样啊？看掉，来点生抽，来点醋，来点盐，一斤辣椒。白糖，哎，这玩意一会儿就熟了。嗯，怎么样，卖行不行？行，陕西挺真的啊。行，陕西挺真的。行啊，一会儿炒一锅。哎呀，这你妈给这指挥的。这玩意不用勾芡的，没有汤。行行，妥了。没错啊。这家伙扒拉出来也挺出数啊。那支棱起来了。哎。哎，真挺好的。哎呀，挺好。小磨香油，粉丝高丽，哎呀，这么着，水晶粉泡了，水晶粉挺扛煮呢，这开锅就熟嘛，咱还得开火呢，是不是？嗯，咸蛋你尝了？尝了，你看这透明了，马上就熟了，
放里头蒸。慢点。没事。哎，我妈准上，俺们干不了这活了。哎呀，看看能到不？哎，你看到不到？哎，正好。来点香菜。妥了。慢慢一下子，妈。哎呀，这家伙，慢慢端。哎，看怎么样？能撩着不？嗯，能撩着。嗯。来一口。哎，妥。下雨天，这酒还长一口。雨休嘛，又下雨，又下烟雨。对放了几天假，七天假已经泡汤两天了，这第二天，明天还得下呢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今天下一天雨，这家伙我今天整俩菜，这是个算是个砂锅吧，但是没高砂锅，高翅膀，哎呀，这整个八爪鱼，我爸买的，也挺出数哈，行，一炒出来，不知道咸淡好赖呀，一会儿尝尝，开饭，开饭。尝尝了，尝尝这个吧。我先尝这个，先尝一口这个。你看你尝这个呀。啊，哪个都一样。妈，你尝这个。嗯。这是正好。尝尝咸淡，主要是。不淡。不咸。我看那汤红的甜面酱不咸呐。甜面酱不咸。我都没不咋吃这个甜面酱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整一个。嗯。小媳妇吗？嗯，下酒菜。嗯，这一咬还有点梗揪似的。嗯，这你辣椒没法吃的。人家大。嗯。咱们小碎的。不是那么特别正宗吧？反正我的厨艺也在一点一点的提升。这个厨师长。炒的挺好。这是，会炒海鲜那就是独一半。我看这小的更好，小的嫩着。大的炒肉，带啥吃过？蘸辣根吃。嗯，蘸那个辣根儿，硬。整的挺热。那窗户开吧，得下雨下雨呗。有声噼里啪啦的不？嗯，那下雨那你什么招啊？你要不你不闷呢，你都不出汗。哎呀，噪音！今天下午还对付一对呢。今天下午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出去了，下午回来的时候买的九个包子，一人仨，吃三顿饭行。平时俺们都吃两顿饭。今天早上我爸蒸的鸡蛋糕子，鸡蛋瓜子有点没吃饱。鸡蛋糕不就那玩意儿，鸡蛋瓜子，那玩意儿就稀溜的。咱们家这个有这个栅栏，嗯，完了有那个盖儿，它就光了光了的。你要没有这栅栏，它就没有这么大动静。对。我买烤冷面了，哪天我给你整点烤冷面吗？烤冷面呀！哎呀，烤冷面好吃，你整点汤不就得了吗？滋溜溜的，你愿意咋整咋整。买好几打呢，哪天给你整。那玩意我记得得喷水。不是喷水，喷油。那高油。喷水。啊，那也是，就是相当于高水呗，不是喷水，就是高水。高水浸呗。我看着我整那玩意。哪天我给你整点那玩意儿，一整可好吃了。你形容食小的时候梗个揪的哈，那玩意儿吃不梗揪。我还真没吃过那玩意儿。没吃过吧？小孩一般吃的东西我还很少吃。这下雨天吃它正好。嗯。夹呀妈，渴嘞。你夹你。这有大虾。你吃吧。我爸愿意吃虾，我爸。嗯，我愿意吃的虾，虽然没吃够呢。他天天吃也不够。我吃东西。这个干虾比那个虾有味儿。是。是不是？这是大众玩意。你尝一个吗？我不尝。你看，你来一个。大海米这是，不是虾皮子，这叫大海米。大海米，这不是虾仁吗？是虾仁。虾仁是虾仁。虾仁晒的吗？咱都能晒，其实。虾仁晒的，就是没地方晒。
不是虾皮子，我们这个提前泡了一下子，要不咬不动。咋呀？嗯，这个好像比那虾有味儿呢。那好吃。那为啥呀？那谁知道了？哎呀妈！大啤酒。有没有了？嗯，有。干的吗？能不能干？哎，我干吧。就一条口。一共没有两口酒。总结老战士。下雨阴天，有点犯腰疼腿疼。嗯。我妈是腰疼，我爸是有点腿疼，是不是？我裹着盖儿。裹着盖儿疼。嗯，我接受这个。腰疼那确实成天腰疼。成天腰疼。我这腰疼就开饭店天坐的病，切那菜成天的，切了十多年，就搁那菜板子上，累的。啊，那是不累的，我这手这骨头节都累粗了。嗯，你不会说那事儿了。累啥粗？累变形了。十多年饭店都我一人切嘴。嗯。那切多少肉？啊。嗯。这切一卡车猪。哎呀妈呀，那要是十了多年呢，那九二年一到零八年，那你说多少？哎，我妈辛苦了。对，你劳累了。千言万语，万语千言，汇成一句话。嗯。为了生活。我妈晚上。不要不要了。那，那。你照着。你这给我当俩干啥呢？这今天。你行了行行行，好了。这厨长咋了？一点酒还能舍得给我当不容易吗？不是，给你买上吧，你喝不了，你喝不了。一般情况下不容易。嗯，不是你舍不得喝，这天都冷了嘛，这下雨，冷，你多喝点暖乎的。我舍不得喝啊，你不有的是啤酒吗？愿意喝就再来一瓶。那再来一瓶啊！哎呀妈，可拉倒！再来一瓶，铝盖都往上爬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我意思你说啥？你说再来一瓶，我现在。你上边说话下边就得硬，你不硬你这不落空了吗？没有落空的时候。我说那意思你不说我舍不得喝吗？我说要是乐意愿意喝的话就再来一瓶。嗯，你没说真来一瓶啊？你乐意喝就来一瓶。你说了算吧，你说话就得先考虑好，先想好，别让谁钻空子。你别说完以后完再是拉回去，那那是东北话，那叫做辣。说说完再回去。那不行。来来吧。我得喝。我这里还有呢。还有呢。有。哎呀，我得造大虾。我跟我妈一罐儿。嗯，我可不要了，可别给我了。五个人。我们这中间。这菜呢？不造啊。白的豆腐都捞它，那个没了。这俩菜吃溜锅呢，这我这量少哈，这还啥？这一大锅，这是我爸配的菜，这一大锅都吃了一大勺，太少了，可不少了。这个白菜比昨天那个白菜好咬，是不是？昨天都没炖烂，昨天那就那样嘛，那里得有青筋，两个品种不一样。是吧？你当地人也愿意吃那个那个呗。各有各的好处，两天吃两口白菜，嗯、这个菜也挺好吃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吧，没了，我这个是吃啥都好吃，嗯，真挺好吃，这个菜也行，反正。你爸讲话呢，赵峰好烧。就常吃的这种，还是说家常菜，这种什么赵好烧土豆子、白菜啥的。赵峰好烧，吃啥都上标。吃啥都香，嗯，吃块豆腐，嗯，咋的掉了呢？哎呀妈，这还夹不上来了呢！哎呀，快给你吧吧。嗯，哎，怼一下子不就完事你这就不懂了，你这捞捞东西吧，你得是慢走勺，你懂吗？那慢走勺，你想捞啥时候，你这勺不能快走。你看这粉条中都捞，这属于技术。你爸最研究这个吃，吃是很感兴趣，研究透透的。干的呀，干的，干的，能干的，干的。来，干杯！嗯，干杯，干杯，跟大家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
哎呀，不是研究透啊，你俺们两罐儿啊，我跟我妈一罐儿，我爸一罐儿，一共喝两罐儿，整挺好。我天天就是这么多，就是这个量，一碗大米饭，昨天吃一碗半，整多了，昨天好吗？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两天没出摊儿，连下两天雨，过两天晴天了，完了之后再大干两场。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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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大干吗？能，过两天晴天了，咔咔的，马上一场秋雨一场寒，马上就冷了，这帮人咔咔全买，你这全包了。天冷了，那你谁不得买点衣服？